我问问秦秦老师，你看您在屏幕上啊，净演一些脾气比较大的婆婆，能不能教教几个孩子们撒娇该怎么撒呀？你要不先教教媚眼吧？不会，要抛媚眼就瞪人家。哎，瞪着媚眼行不行啊？哎，今儿你要相不上，别回家。哎呀，我觉得你这个媚眼比他那媚眼还有魅力。